好，接下来我们来写一首，唐诗啊，是李华的这个《春行即兴》啊，《春行即兴》啊，好，我们来写写看喽，楷书，宜阳城下。草萋萋，宜阳啊，宜。那么这个宜啊是免字部，我们来写写看啊。从上面写，有一点点像这个竖点的感觉哈、啊，下来。好，左边写左点上去，然后呢再横画西点，按纵切过来，有点角度哦。好，这个接的地方有点角度。好，从左到下面下来，笔锋使转一下，再往后踢，往上提，按，按了以后，力道，哦，就是稍重下来，对不对？好，一横画二，好，里面拉出来要细一点。好，从上，从左到右，再往右上慢慢写上去。好，按重一点点回收回来，好，是这样写哈、啊。好，宜阳城下，阳呢是复字旁，好，按往右往下面按，再回来，先写这个，这个写完了，再从这里上面往下写下来书画，这个书画呢要回收垂入的写法哈。啊啊，其实垂入写法不一定是要有什么样的角度，但是，每一个都不一样，只是说它规定一定不是说规定它一定是要收笔的感觉。好，阳从这里有一点点弯曲，再往右上提按下来。哦，这个按下来的动作啊，一定要接的要很漂亮哈、哦，从这里往右上写重一点点，不一定要很重啊哈。哦，从这里过来，在右边，再有一点类似平，但是其实有一点点斜，好，弯过来，勾上去，好，短一点，这个是最长一点点，好，宜阳，好，宜阳城下，城呢一个土往竖画下来，从这里有一点逆笔上去。然后一个竖撇下来，再往右边长，然后上去，然后再按，然后有一点点勾，有点弧度，再一点勾的感觉。好，然后呢，再来是一个戈，这个戈呢是斜勾，从左往右下斜下去，按稍微重一点点回来，上去一点，好，三分之一。三分之二留在上面，三分之一在下面。好，点回收。好，城下，下的写法从上而下，从下而上，慢慢按重，慢慢下来，有点像回归一样啊。因为如果你没有回重下来，你会一直往右上倾斜。好，转一下，然后直了下来。下来以后，往后往左，然后下来回收回来，哦，这是垂入铁柱的写法，铁柱，好，回收下，宜阳城下草萋萋啊，这个草呢，草字头不一定要写很长哈、哦，这样过来对不对？从这里拉过来，然后从这里中往中间靠过来，然后从左到右下来。以后上去，好，往右上按，有一点斜，但是如果直也可以啊，啊，这样过来，横画回收，在封口，再从左到右往右上，但是其实上了以后慢慢就要回正，哦，不能一直右上，好，从中间下来，悬针哦。尖的，好，好，好，
城下草萋萋，萋呢草字头啊，我们这就写短一点哈、哦。如果长的话，会影响到底下的写法，或者是所谓的主体的结构啊、哦。按下来，轻轻按下来，对不对？然后平行画过来，把它弄到中间来。好，中间往下，然后再一个撇往左，再提起来，再往右按下来，回收。然后这里有一点平，然后再回来，平行再回来。好，然后呢，从左往右边写，然后呢，穿过这个地方，再往右往上，再往下按下来，好，这样才会好看啊。草萋萋，好，那这个萋萋是这样写，那再写另外一个萋萋的时候，我们就写成这样哦，这样上去，然后过来，在右上写下来，然后这样过来，这个轻重给它明显一点点哈，再，啊，这个比较细哦，好，从中间下来，然后再往旁边走，再往右下斜下来。然后再有一点平行，再往旁边过去，然后从左到右，再按重慢慢下去，再回来。好，草萋萋。好，再来是涧水东流复向西。涧水的涧，水部点是右点，再来是右点下来，再接到。左点进去再出来，然后呢，从这里有一点点转，然后往下面再往旁边慢慢回来，啊，然后从上面往下面画下来，一点下去再挑上去，然后呢，这个再靠近来一点点，然后从这里往上面按，按了以后有一点背是往前再往后。按过来，然后勾起来，一、二，然后一个日或者是月都可以哈、哦。下来，长一点点，好，平斜度有一点斜度，好，回来。涧水，水的写法，好，水呢跑不掉的这个结构就是这个竖画啊，竖画一定是。转弯以后往下一定是在中间，然后再往前，往前不是这样吗？回来再勾起来，然后从左按起来提按以后再出去，然后呢这个长一点往这个中间靠，然后从中间往左再往右往下按，慢慢的起来，慢慢起来，往按下去慢慢起来。水，好，水东流，东呢横画往从左往右写，然后转一下下来后往右边写，按你要往斜右斜左下，好，回收，从平行啊，从里面平再封口。然后从上而下，这个也是从中间来的哦，中间往后再往前带过来上去，然后夹角出来，再夹角往下，再往旁边出去，慢慢造成它的形要漂亮啊。水东流，流呢也一样，三点水按出来再按，然后回来再出来，再变成了左点出去。出去，好，点在这里，然后从左到右，然后这样过来，好，切，要切得漂亮哈，点回收，好，从这里回外出去，再下来，再进来，再下往旁边带，那你会看到这个距离几乎空间要一样哈，水东流。好，复向西，涧水东流复向西。复呢，四字旁，好，
一个短的撇，然后再一个稍长的撇，然后呢竖画下来，往后再往前回收，然后呢撇往右上斜，然后呢斜了要从这里再绕下来进来，往上提按下来点，然后呢走上去再出来，再往上提，慢慢的回去，啊，回去以后由下往上往下按，慢慢的往后面出去哦，往下往后慢慢出去，好，啊，这个尖的，好，好，互向吸，向呢，这个撇从中间往旁边撇出去，然后呢从这里有一点点弯过来往下，再回收回来，然后呢从上面走往右上按了以后，慢慢的下来，先下来慢慢的转一下下，跟那个斜度下来再勾起来，好，然后呢从这个斜一个口右上封起来回收，好，互向吸，西边的西怎么写呢？好，从左到右按稍微重，不宜按太重，因为按太重以后等一下这个空间不好安排。好，从这里往下回收，从这里由下往右上斜按下来，然后呢往内勾起来的感觉。好，从这里撇，从这里下来往旁边，好，这里回收让它进来，好，互向吸。再来呢，方树无人花自落，方呢也是一个草字头下来，对不对？从这里下来，然后呢从这里过来，然后从这里右边回横画，然后从这里再下来，下来以后点在这里来回收，然后左到右，右上斜按重回收回来，好，那从这里呢过来以后按下来，有一点点斜度弯过来勾起来上去，然后从这里斜出去，好，弯，好，方树啊，这个树呢是一个木啊，这个左中右结构最难写的，可能这个也算排行在内。好，上去从夹角出来点回收，从这里过来，从上面下来平行，然后这样过来平行按封起来，好，这样过来上去，过来从这里有一点点的上一点点，好，从这里口的上面往右边按，然后从上面往下写，上面往下写拉直，对不对？好，往后我就是往左再往右边勾起来，变成这样点点在这里，好，这样树，方树无人，这个无呢这样写可以一点先写，然后再一横，再一横。那如果说好，我们笔顺大概是三横先写 ，OK， 没问题。好，这样对不对？竖画下来，二、三，再来，有一点点真的斜过来了，这样过来，然后接到这来一点大一点，再点小一点，小一点，第四点稍大。啊，到稍长画回来，这样才会好看。好，无人，人呢撇按往旁边出去，好，然后再回来往上往下按重，慢慢起来，慢慢出去，把它的形完全写出来。好，好，无人花自落，花这样写哈，从这里下来草字头，这样过来，对不对？然后上来
啊，挑上来，按下来，从这里上面往下面写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然后呢，撇，然后下来，往下，往左回缩，然后呢一个撇，然后从上面往下面写，先平行的，啊，往下平行，按上，啊。上，慢慢起来。好，花，花字落，字，自己的字，先一个撇，那撇先定位，然后从中间往旁边写，啊，不一定很大哈，这样过来，往上面，往下面写，啊，然后从这里往右上按了以后，下来，往后往前一点点勾，不勾也可以。因为它把它封起来了嘛，哦，等一下封起来，好，从这里过来，哦，往右上，有一点点要封的感觉，不封也没关系，意象上就是要封。花字落，落呢，哇，这个草字头特别多，哦，这样过来，这样过来，好，从这里过来，好，点，点在靠近中间，再点，然后这个出来，那里面。再往外，然后呢，其实是往内，好，下来，往上，再往旁边出去，然后往上面，再往旁边慢慢按，慢慢出去，好，一定要这样写，好，然后呢，从上而下，然后从上切下来，就是按的，然后回收回来，好，然后呢，这样写啊。好，花字落，春山一路秒空啼。春山一、二有点平行，对不对？山也是平行，但是平行不一定说拉很长，或者是长度要一样哈、哦。有平行，也许是参差的平行。好，往旁边慢慢出去。好，然后呢？看一下哈，这个日写在中间是没有疑问，往下、往上、下来，然后进来、进来，让它的这个日啊摆得很正宗哈，再怎么样也不会斜掉。好，春山山呢画到正中央，哦，有没有？然后从这里往。这边扭一下，然后从这里下往斜走，然后往后往上面斜，然后这样下来，这样好。春山一路一从左到右按，哦，按了重回来，好，这样子好。春山一路，这个路怎么写呢？路是竹字旁，所以呢，这个写竹往右上写，按下来，然后封口，然后下来点，从这里平行以后往后再往前，然后从这里一个个，然后从右边往旁边写过来，然后从上往下往旁边出去。好，那从这里往下往右上斜按下来，然后封口起来。好，好，鸟空啼，鸟怎么写呢？从这里中间往旁边撇，再转一个弯下来，然后往上提按下来，一横两横。第三行出去，还稍微重一点。好，从左到右，往右上斜，然后呢按下来，轻轻按，往旁边再斜过来一点点，勾上来。好，然后请第一点点在这里，然后呢第二点点在这条线上，第三点、第四点，好回来，第四点是回来的。好，
鸟空竹，空怎么写呢？从上而下，一个竖画竖点。好，从这里回收，再从这里往右上按，跟那个鱼的这个名字一样的啊。好，这样过来以后，从这里出去，然后从这里往旁边带，然后呢从左到右短横再下来，再从这里长横哦往右边上纵回收回来。好，再来题，题怎么写呢？好，题呢是口字写在右上一点点哦，没有说很右，没有说很上面，但是至少它是右边的稍上。好，从左到右画出去，然后点，然后接到这里来撇，点跟撇有时候都是连在一起，就是互相互动的。好，从这里都在往右边写按纵出来，然后从这里靠近，然后从这里上来往下勾起来。好，从上而下，再旋转。好，好，就是鸟空题啊，有一点点斜了哈，不过还好。啊，鸟空题，所以呢，这个是李华诗啊，李华的诗，我到第一次写哈，李华诗。啊，它的内容是春行即兴。好，春行啊，春行即兴，好，再来呢，跟子秋月就写在中间，吴起真。好，笔画细一点。书好，吴起真书。哇，二者当城下草萋萋，涧水东流复向西。荒树无人花自落，春山一路鸟空啼。李华诗《春行即兴》，庚子秋月吴起真书。